高兴，我像今天把我的女儿嫁入豪门这样，我太高兴了。然后我希望我的女儿能够在佛教里面，教育更多年轻人，能够把佛学做到更好，把这个佛教发扬光大，让更多年轻人认识这个佛教，让更多人能够了解这个佛教的东西。首先呢，我要祝福他，这是他的因缘福报，愿在这个学佛的道路上更加精进用功，对佛法更有信心，这样呢可以帮助更多人，利益人群。起初我是爱他读书做老师，他讲要做这个，我是反对。后来他讲啊，好了，他开心我就开心了，我不会讲逼他怎样怎样。算是做佛教老师，这也是老师。做这个也是很好啊，是吧？他也要有这个缘分啊，才可以来做这个啊。祖先跟佛法有缘，虽然万般不舍，我们只能祝福他，希望他找到自己的人生路，造福社群，造福社会了哈。那这个孩子从出世到长大，其实也是注定不平凡的，就是回想的时候。所以，既然是他选的路，我们当然也祝福他。